嗨，今天呢要去宜兰。我要去宜兰，要去蓝城精英吃烤鸭，所以我这次租了一台共享汽车，准备要带家人一起出发去宜兰吃饭。那现在就出发去接他们吧。之前呢，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共享汽车的，不是机车，共享汽车的一些基本的配备。通常 Iron 呢都会有他自己的加油卡，不管是台塑跟石油都有，所以在加油的时候记得要用他们的卡，用他们的卡就不用再付任何费用。然后他们的钥匙会放在副驾这里的，这边会有一个安全扣，那这个就是钥匙，所以找不到钥匙就到副驾找就对了。油都是加95的，他们其实有附一个手机的支架，但我觉得不太好用，所以我都会带上自己的。那真的要出发去接我的家人们去宜兰吃饭喽！是一鸭五吃，要先付定金1000块。那我现在要来点餐喽。
阿丢生日什么时候？不知道。然后打算去吃蒜奶叶。对，因为妈跟阿姨说蒜奶叶很好吃，然后那机器人很可爱。是因为有小叶叶。对，然后我隔天打电话还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上次是那个火锅有机器人的是哪一间？就说，因为机器人。在停车场停车啊，来这边用餐的话呢，可以折抵停车四小时，要扫这个 QR code。现在吃饱了要离开单身精英，等等呢要跟他们一起去罗东林场走走，所以现在要往罗东的方向前进哦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